越南粉，看这很越南火条汤，冰激的啊 ，OK， 可以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汤的，越南粉，米粉，对呀，越南粉。
来，谢谢，给你十块半。高汤。面卤面，老米。快落地女呢？哎，快一石呢？落地女一石呢？啊，看。看烧烤。哎，刚才我拿下来放了。来，你看到没？这个物件很经典哦，很经典。很久了，很久没有看到，很少看到这样炭火大碗啊。卖这里有几十年了，差不多四十年了。四十年，哦，全部用炭火的。我第一次进来这里，看到哎，这样多东西了里面。那边茶火的也是火烫啊。啊，对对对，刚才我看到。这里几时休息了？星期四。哦，对，班大哥们，全部没有开在这里。啊，全部没有开，只有那边开到了。哦。这里很早就卖了，很早开始。五点半他出来取那个火炭咯。哦，六点多才有咯，六点多要七点这样。卖到下午。啊，到啊，十二点这样就差不多了。越南粉越南粉，越南粉果条汤，鸡丝果条汤，七块啊。
这档已经卖四十年了。越南粉。哎，不错啊，鱼丸也是。嗯，对。还有一个的单，还有鱼饼、鱼丸、肉丸、腊肉、蔬菜、葱花。来，谢谢啦。我吃完饭。汤头甜。哦，天竺锅。看汤这个汤，哦，好用，看看好喝。有八重，要沾一个酱油。嗯，那家蔬菜蛮多。还有一个蛋，切开。我喜欢这样的蛋黄，真的这个。嗯，而且是那个蒜香味道，蒜头、蒜香。越南粉 QQ 弹弹酱，它这种油有点像泰国粉呢。这个鸡蛋、加巴德、火腿、咖啡冰，它的咖啡冰看起来也是不错。好，哇，鬼片很香哦。哇，早上来鬼片太赞了。看看面包，它是咖亚巴的。嗯，甜甜，咖巴的甜甜呀。然后改阿芝甜甜，脆脆，好吃。这个胡鸡蛋要放胡椒粉多多才好用。嗯，我喜欢胡椒粉多多，酱油用太多了，酱油多了。然后就要搅拌它，这里是两粒蛋的。要搅拌吗？半生熟蛋。嗯，香。嗯，好吃好吃好吃。要蘸面包吐司。嗯，哇，蛋汁汁更好吃。再给你尝尝看。
好吃的。他嘎巴真香，好吃。加牛肉放很厚，吃大口。